公主。公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呀。公主，你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这里阴冷潮湿的，你跟我出去吧，有什么话我们出去再说吧。王上将我关押在这里，你没有权利私访囚犯。傻瓜，你是公主的夫君，谁敢拦着？我们快走吧。伊人，公主，请回吧。伊人，跟我走。我不是公主的夫君，无权离开这里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骄傲？这会害了你的命。我不是骄傲，而是实话实说。父王很生气，若是你肯跟我走，我会告诉他你是我的丈夫。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父亲会杀死自己女儿的丈夫。公主，我不会娶你的。异人，你让我救你。如果王上要杀我，这是我的命，谁都无法改变。那是你的执念。异人，你只需要……公主，该回去了，请公主离开。你一定会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的。公主慢走。滚。久闻赵国公主高贵美艳，如今一见果然不虚啊。如果迎娶公主，王孙处境会有改变，为何宁死不肯屈就？你了解公主雅吗？她酷爱玉器，搜集了一屋子的珍品，后来觉得无趣，便一件件摔个粉碎。他的花园里种满了奇花异草，一次被花刺所伤，便一把火把所有的花都烧了。今日我若是走出这道门，不出一个月，不，或许是半个月，我的头便会高高的悬挂在城门之上。公主雅竟如此疯狂，你也可以说她是爱憎分明。王孙，王孙，你一直处于锋刃之上，还能如此泰然自若，佩服，实在是佩服。这当今天下，恐再无像王孙这般心智坚定之人了。你不也是吗？父王，女儿只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说，寡人都答应你。没有秦国，也会有燕国、韩国、魏国。身为女子，难道只能做笼中之鸟，供人赏玩吗？当然不是，你想如何就如何。当年先祖力排众议，带头穿胡服练兵马，亲自上阵杀敌，赵国才得以击败楼烦、灵狐二族。雅儿虽为女子，却也有一往无前的勇气。如今赵秦两国年年纷争，国家百姓难安，若是父王允许的话，女儿愿意割去长发，亲自上阵杀敌。这个万万不可，哪有上阵杀敌的女子啊？当年富豪就曾为武丁开疆辟土，她也是女子，她行我为什么不行？她行你就是不行啊，因为你是寡人的女儿。那还有一个选择，女儿嫁给秦王孙，结两国之好，暂时止息兵戈。寡人已经说过了，此事已经作罢。父王，女儿说的是王孙一人。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还是为了那个质子啊？真的有那么爱他吗？连家国父王都不顾啊？父王，您想想，若是您放一人回秦国支持他夺位，这将来秦国可就是赵国的盟友。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荒谬绝伦，但是秦之祖先起于戎狄，申侯以女许之，
后来他的儿子钟玉以亲族身份归周，流淌着一半赵人血统的秦国继承人对于两国的未来有多大的作用？父王，您这么做不仅仅是成全了女儿，更是保全了赵国呀。秦之一族杀戮成性，再暖的心也暖不了狼血呀。不行，此事在意。父王，这天下就没有女儿办不到的事，您就等着瞧吧。吃饭喽。哎呀，别擦了。王孙，这回你能死里逃生啊，可得亏公主殿下的求情。怎么着，还吊着呢？全邯郸城的人谁不知道公主就喜欢你？哎，我说王孙啊，这全天下的人呢都想摘到这朵骄傲的牡丹，你这是泡在蜜罐里呢。我要是你啊，管他什么公主不公主，先娶了再说。可惜你不是我。哎呦，我打个比方嘛。不过公主可管不了这么多，我敢打赌啊，到最后，哎，你非得欺负不可。公主来了，公主来了。公主，我有些事儿，先告退。一人，我亲手为你缝制了一件衣裳，你快试试合不合身。多谢公主好意，只是我的衣衫已经够了。我说送给你，你就必须穿上。如此，一人只好从命了。疼吗？你在地牢里拒绝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针扎了一样疼，可是我既痛苦又有一种隐秘的快乐，因为这种痛是你给我的。依然，我得让你感受一下这份痛，不是分享。的确很痛。痛就对了，这样你才能记住我一辈子。瞧这衣裳多合身呀。依然，多谢公主好意。